飞沙球怎么挑后场？双脚打开，比肩略宽，垂肘准备，球拍打横，锁腕，将球拍拿出，从后向前迎球。击球时，手指瞬间握紧，弹挑发力，注意挑球后拍面保持向前向上的稳定状态，切记甩拍头。来看看球场演示吧。更多羽球干货，关注迪迪王。